四位表演者，我们要猜出的是谁的衣服没有动。那我们接下来呢，首先第一轮要参加游戏的是哦，娜娜队来表演，我们队来猜。好，请出场。娜娜，你是肚子痛吗？一种 pose。哎，我这里有个小秘密。东施效颦。李浩飞真的看起来很不好惹。Cool。请各位依次完成任务。第一个任务是跟着音乐独舞。OK。首先李诞，来李诞的独舞音乐起。我会跳这个，这个拍子好难找啊，这个跟上来跟上来。好，了解了啊，没了。